fashiontimes.hk. 楼梯转角位，匿喺后巷天桥底，惨过陨石坑，认真闭翳，唯一的生趣，我有乜计？等於啊，嗰啲夜總會啊，裏邊嗰啲姐姐啊，個個都係啊流落風塵嘅女子啊，邊個唔家庭有困難啊？邊個冇經濟困難啊？邊個唔慘啊？嗰啲夜總會老闆啊，咁執佢哋翻嚟啊，喺佢哋度啊，幫你度做小姐啦，唔通啊？嗰啲夜總會又係道德高尚嘅咩？你有錢啊，去加盟頂記魚蛋好啦，頂記魚蛋都話三個月回本啊！原來咁多喎，我見咧電台出嚟啲反應唔錯喎，好似有多喂，有學校有組團去啦，社福機構組團去啦，喂，跟住啲家長話走去搞生日會咯喎，喂，我仲以為好無害，點知道咁惡咁嬲啊！不過咧，我想問啦，喂，咁啊幫下人做生意有咩問題？或者喂私家醫院啊，佢又救人又收錢啦，咁俾人叫話佢對。而家貓咖啡啊，根本就係拐賣呢個少男少女啊，逼佢哋賣淫啊！本身咧救咗啲無家可歸嘅少女翻嚟，點知班陀地嘅港女高竇俾人摸喎，就輸入啲熱情波斯妹翻嚟接客，好好地招呼客人啊！你哋話曬啊，我哋啊都包食宿啊，包大夫噶，去呢啲咁嘅地方嘅人啊，根本啊全部都係嫖客嚟叫貓。叫完就爬下攞又走，唔想負責任啊嘛！喂，幫人澄清下喎，去嗰度咧，我以為係保下貓奴啊，你啲貓奴去揈下揈下。爬攞有咯，爬攞有啫喎，應該唔係真係人手啊嘛，係咪啊？即係嗰個叫貓咁大喎，真係。你去夜總會都係保下線噶啦，你估由得你咩咧？咁傻嘅你，貓咖啡都應該冇得出街係嘛？哎呀，但大板哥你小心啊，你亂咁投資啊！嗱，你諗下，佢話攞啲貓嚟賺錢，佢話係救貓，救貓就開咗診所啦，點會開貓咖啡啦？係咪先？佢唔誠實啊！做生意最緊要係咩？最緊要係誠信啊嘛！佢咁唔誠實，你仲諗住啊去投資佢，你就係蝕大本啊！俾佢呃咗都唔知啊！佢要救貓，要我去開醫院啊！你同貓義工講，貓義工過嚟執啲貓翻嚟添到佢啦，你唔叫開醫院，打間嚟到人。無論是打算話照顧流浪貓的名義啊，定係買嚟做貓啊，做生意嚟吸引客人啊，呢些人啊，全部都要落牛坑地獄嘅。個個訪問啊，仲喺度講自己啊幾慘幾慘咁，仲要喺度情緒勒索我哋啊，講話間鋪啊搞唔掂執咗，四啊幾隻貓都唔知點算啊！哇，你養之前冇諗過嘅咩？養寵物啊係一世嘅承諾嚟噶，我唔敢啊同我啲男朋友講一生一世，但我夠膽同我啲貓講一生一世。喂 ，Touch Wood 啊，你執咗啊，咪又係揾啲貓義工啊，出埋領養 pose 啊，然後揾我哋啲愛貓之人嚟執手尾。你講啊，你有幾愛貓啊？你啲男朋友，哇，長毛姐睇嚟，哇，貨源好充足咁啊佢。不過我啊，同意今次長毛姐咁講咧，嗰間貓咖啡啊，做生意唔係問題，咁自己講到自己好高尚噶嘛。佢仲要啊，出事啊，依家俾人口誅筆伐嘅時候啊，就攞啲動物嚟做擋箭牌，佢就話：哎呀，如果我哋間鋪頭倒閉咧，咁就啲貓唔知點算啊！仲要喺 Facebook 講一次不特止，仲要喺 Friends
再開多次，就話有咩特別情況呢？啲貓就點，唉，呢啲人啊，最叻嘅情緒勒索嘅，你只有話自己講事實啫，但其實啊，係人都知道你有幾愛啲貓啦，愛就唔會攞佢嚟做擋箭牌啦，係咪啊？好似我早晚見到鬼嗰句咧，車有幾愛啊？識得嗰一陣，愛咪愛佢啲錢，就係、是、啊，佢其實係愛嗰啲貓，為佢哋帶嚟嘅財富啊嘛，所以我覺得咧。佢中意財富咧，養啊，養招財貓嗰個啦，養呢啲真貓。哦，咁話你講又好似啱喎，因為咧，喂，呢一盤生意又幾好啫，因為咧都好多元化啦，生日會又做，corporate training 又做，即係職場訓練又做啦，跟住咧啲社福界又參觀啊，學校又參觀啊，散客又做，乜都做咧，喂，都幾好生意，但係喂，咁做生意有時都要諗執笠點算噶嘛，喂，執笠你冇得遣散。养啲猫噶嘛，唔通落帮啲监工扣只金啊，大佬？咁啲猫喂，你要遣散佢嘅时候，真系唔知点算喎？喂，再做生意请人翻嚟做，可以话炒咗佢啫。例如系话，如果系有货嘅话，可以散货嘅啫。啲猫好似又即系谂唔掂咁点喎？又真系系啦，所以我俾个忠告佢四个字：量力而为啊嘛，系咪先？你如果养唔到咁多猫，你如果執得夠啲貓咧，要周圍去揾人領養啊，又剩咯，即係你冇諗嘅能力啊，去處理啦。既然你冇咁嘅能力啊，事前就諗清楚，唔好買咁多貓翻嚟啊嘛，純粹就係為咗生意係咪先？不過呢個世界上咧，有啲生意好勁啊，你做唔掂咧，佢嗌救命，唔係籌款喎，喂，係政府泵水俾你喎。喂，如果你啲貓咖啡搞到咧，好似海洋公園咁大。哇！或者搞到國泰咁大，咦？咁咧，你搞唔掂就嗌救命咧，政府又經立咗分水俾你個，所以我覺得咧，咦？馬球飛唔係唔可以搞，一搞搞大佢，搞到海洋公園咁大嘅時候，咁咪 too big to call 咧，政府就俾錢噶啦。咁你咁講一定要炒企油先得喎，政府先肯幫喎，係咪啊？搞到咁大都唔得啊！不過咧，呢間咁嘅馬球飛啊，我覺得咧，佢成日覺得自己咧好好做好心咁樣。仲話人哋啊咩羨慕難分喎，即係話人哋好話佢，佢做緊好心好事咁樣。我就話咧，我睇翻呢啲 post 嘅，佢嗰間病貓飛嘅 post 啊，點知咧碌嚟碌去咧都得三兩個留言，全部咧都係佢嗰間貓飛自己喺度反駁人哋嘅留言，但係鬧佢啲留言又唔見曬喎，講好笑嘅，哇！真係慘喎。不過我覺得佢鏟都鏟得醒目啲啦，冇鏟到咁一男一忽係咪先？係人都知你鏟留言啦依家，唉，俾人 challenge 之就話自己羨慕難分，話你好心做壞事，我就覺得咧呢、這個世界難為正邪定分界呢件事好明顯啦，邊個心虛？聽落呢個人都唔係幾可信喎，我等我做個加盟添。喂，不如唔使加盟啦，我自己開啦，呢個租咁平，執貓翻嚟噶嘛，係咪啊？喂，到時候俾人鬧我啊！會刪留言啊！我 post 啲可憐嘅貓貓樣，咁就 keep 落去，咁啲人咪會憐憫之心，咁咪會重拜拜咯。你哋呀，唔好講到養寵物咁簡單先得噶。養寵物啊，係唔止要餵飽佢、執屎、清潔、除虱，同埋病咗睇醫生咁簡單噶。最緊要係愛啊！你請幾多人去睇寵物四十幾隻貓啊？打理工嘅打工仔，鏟屎都鏟到手軟啦、啊，仲邊會得閒同你講咩愛啊、陪伴啊呢啲咁嘅嘢啊？你話你愛貓啊？咁四十幾隻貓分到幾多愛啊？依家唔係隨緊學貓叫啊，你不說愛我，我就喵喵喵就可以解決㗎。每一隻貓都係有生命。爱是要做，不是得个讲字噶。养几十只就已经不是爱猫的人会做的事啦。哦，咁啊系，谂真啲咧，如果你话开一坛话咩猫义工啊嗰啲咧，你搞唔掂啲嘢咧，可以系吹鸡啊，叫人嚟帮手啊，义工啊筹款喎、啊。喂，做生意应该唔得喎，系咪啊？即系我唔够人手，请唔够人啊，我唔可以话喂啲猫猫告急啊，咁有义工要人嚟帮手啊，好似做生意揾义工咧，真系讲唔过去喎、啊。系，
所以話咧，你與其咁麻煩咧，搞貓 cafe 又搞到俾人鬧又成，不如正正經經搞間真正嘅 cafe 算啦，係咪先？其實老實講咧，我覺得搞得貓 cafe 呢啲咧，佢咧對於咖啡嗰啲品質咧，一定唔會太着重，因為佢攞個貓嚟做招來啊嘛。咁即係話咩啊？即係佢間嘢十之八九啊，都係難食噶啦。香港已經好多餐廳好難食啦，點解仲要製造多一間咧？你正正經經沖好杯咖啡，俾翻間好食嘅餐廳我，仲好啦，係咪先？要有經歷，同埋啱埋你呢啲咁冇愛心嘅人，我建議你哋一律養電子寵物，搞間電子寵物咖啡，就養他媽歌詞啦！他媽歌詞做到基本嘢就得噶啦，死咗仲可以擴天叫喎。如果你覺得太單調嘅，你哋咪可以養另一隻電子寵物咯，就係識進化嘅數碼暴龍。數碼暴龍一樣要數士啦，唔鬼飽佢哋。仲要訓練夠才識得進化，養得好就可以養到墮天地獄獸，屙到成屋屎變埋大變獸添啊！墮天地獄獸係嗰個，我天水圍墮天地獄獸嗰、那個啊，唔係嘛？嗰、那個想養我係想養啦。不過咧，頭先你講養電子寵物咧都係好嘅，因為嗰間咖啡咧，我想幫佢講翻啲公道説話，唔好淨係話成日插佢，係咪先？佢養嗰啲貓啊，就算佢執翻嚟啊，我本身病咗咧，定係佢買翻嚟啊，搞到病咧？都是不好的嘛，他本身想着、就算他真的出於一片好心，但搞到那四十幾隻貓他都說病了，因為他自己 Facebook 說的，他 po 了一些醫療記錄，又說幾點幾點幫那隻貓滴眼藥水，那隻又滴耳，那隻就喂藥，這樣還只說是冰山一角，即是說到好像很慘嘛，但是呢他這樣自己是不是搞到救貓都變成死貓啊？你說都係喎，啲貓咧唔得止病啦，有時會唔開心噶嘛，人都唔開心，唔想翻工啊，啲貓啊困到喺嗰度冇得走啊，真係。喂，跟住啲貓又唔開心，又不瞌不睬，跟住咧嗰啲客人又嬲喎。喂，會好似走去夜總會咩？夜總會嘅時候咧，啲小姐唔滿意一鋸一唔掃啲客咧，啲客會攞錢抌佢，嗱嗱嗱抌落去啊嘛。喂，咁你啲客咧喺貓糧嗰度，嗱以佢嗰嗱過嚟啊，過嚟啊。喂，咁啲貓更加唔開心，咁我好難做喎。如果係老闆嘅話。唔係所有貓啊都唔驚生好人噶嘛，唉，呢個都唔係明唔明種嘅問題，好多台貓需要人領養，但係好多名種貓都會俾養殖場遺棄噶嘛，而且名種貓嘅醫療費可能仲金啲添喎，大家都係救貓，何必分黨分派呢？我哋不分化不獨者。哇，講呢啲嘅真係，不過我覺得咧，搞其實都真係唔輪到嗰啲小商户搞啊，因為覺得真係一搞唔掂嘅時候咧，有人接手噶嘛。我覺得所以政府真係當社福機構咁搞啫，你咪召開社企嘅貓咖啡召開咯 ，OK？ 跟住咧，你要幫啲貓，要有貓社工，要做輔導嘅，幫啲貓分門別類，有啲咧弱智智嗰啲貓咧，翻中途宿舍。咦，有啲歐哥同呢個咧，出嚟幫你搞活動啊，搞咖啡嗰啲嘢啊，跟住甚至乎咧 ，help 啲幫佢做貓義工，幫翻啲人啊，安撫下佢啊。喂，咁夠大規模嘅時候咧，又唔驚執笠啲貓黃尾啦，亦都可以幫啲貓分門別類。咁政府就帶嚟搞呢個貓咖啡嘅社企。你家姐使乜咁麻煩啊？俾個折衷幫你啦，想搞貓咖啡啊嘛，係咪先？搞 VR 貓咖啡咪得咯，先用科技嘛。你上去個咖啡，你戴翻個 VR 嗰啲眼罩，然後你睇。睇住啲貓啊！你俾啲軟淋淋嗰啲嘢，俾啲毛神神嘢俾佢摸下，咁佢咪覺得係貓咯？使乜咁真啫？係咪先？先用科技得。唔係喎，不如幾次又喂？你頭先講啲乜嘢咧？我覺得咧 ，VR 咧就冇出路嘅，但我睇你樣咧，我諗到條出路。你睇我就係咧，唔好揾啲真貓做貓咖啡啦！我哋話就係揾啲人咧，帶啲貓耳啊，著女仆裝啊，跟住咧開間女仆貓咖啡啊，咁啊裏邊咧專賣嗰啲咧即製嘅。貓屎咖啡咁啊，有噱頭有人道咯，係咪先？係揾啲女仆屙啲屎出嚟啊！因為最近咧網上面有條片好紅噶，有個叫阿貓嘅女仆咧，四眼仔嚟噶，喺度咧即製嗰啲貓屎咖啡都俾人飲喎。哇！咁你幾知睇你樣咧？有幾分似啊？同四眼仔，不如你試下啦。阿貓啊嘛，屌佢俾人封咗肚啦，話佢唔衞生啊！肯定係你啦，口窒咋？我想要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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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搵屎坑认真闭翳，唯一的生趣我有乜计？